扭转比较长的做 L， 所以短的人体力不好的，他可以从右边回去，然后呢，体力好的可以再多跑一些，多运动一下。然后如果迷路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叫 Are you， 就是 Where are you 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前面听到他的人呢，就可以大声叫 On On， 就是这样子啦。这就是捷兔的精神跟文化。Thank you， On On。刺激很好玩，就希望以后各种课可以多。号称奇数，我住台北住那么多年，在路上没走过。还不错，就风景，就一边跑一跑。我觉得我会再参加第二次，会参加第二次。我想参加第二次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我们走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